闸门打开了，这场新加坡坚尼1600公尺的草地赛事就正式开跑了。中间四号的智慧奇才，他先领出大概是一个马位，紧跟着在他的后面有壮而有力，然后就是地狱火，他是守在内侧，跟着在他的旁边黄色彩衣的那是美乐，下来夹在中间浅蓝色彩衣的就是仁爱之心，另外大概是一个多马位之后有前钻，跟着大概一个马位之后呢就是不凡之人了、接着在他的旁边呢、有六号的交易所，而目前暂时垫后的就是二号的火箭星，他距离前面领放的参赛马匹呢大概是有七个马位的。现在美乐已经抢得领放了，他领出大概是有一个马位，跟在他后面的就是智慧奇才，然后呢是壮而有力，下来就是仁爱之心，也是缓缓的从外侧的位置上来，跟着一个多马位之后呢就是地狱火，另外有前钻就守在内栏的位置，大概一个多马位之后不凡之人，另外在他的旁边是交易所，而暂时垫后的依然是火箭星，但是火箭星现在已经是开始发力啊，越追越接近了，马匹之间的距离呢也只是大概有四个马位而已，很快转入最后直程的时候呢，那中间上来的就是仁爱之心，那地狱火已经在外栏的位置，跟他往常的跑法一样了，现在已经是越过了所有的马匹了，看看其他马匹能够真的上来的包括谁吧，有火箭星啊，然后仁爱之心，还有壮而有力，好了，地狱火真的是毫无对手啊，赢了这场新加坡坚尼，跑第二名的马匹很接近火箭星或者是壮而有力，然后才轮到仁爱之心，再来就有不凡之人啊，交易所有钱赚，另外呢是智慧奇才，最后一匹过终点的就是美乐了。